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永谦。我现在身处在超级推介榜年度推介2324的颁奖礼现场。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几集的晚吹音乐系，大家都会见到不同的得奖歌手和幕后制作团队在这里。他们在那边拿完奖之后呢，即刻就会入到来后台这里跟我们一起聊聊天，讲下得奖感受的。今年超級年度推介增設了超級年度跳唱歌曲獎，音樂系的觀眾，我相信你們等了很久了。我們終於請到 Mira 上來，原因是他們剛剛以 Rumors 這首歌拿了超級評審團表揚獎跳唱歌曲的獎，還有由全香港市民選出他們覺得唱得最正、跳得最勁的那首歌。恭喜曬教主 Anson Low 用 Money 呢一首歌勇奪咗超級年度跳唱歌曲獎。歡迎收睇晚吹音樂系，喺我隔離啊，陣容鼎盛，有 Mira， 恭喜你哋。啱啱攞咗呢一個評審團表揚獎嘅跳唱歌曲獎，啊，呢個獎係今年新設嘅，啊，即係咧你哋咧首奪啊！雖然有三組一齊首奪嘅，係啊，即係不過咁樣講會勁啲啊嘛。嗱，不如先講下嗱 ，Rumors 呢一隻歌，你哋嗰陣時做都好一段時間之前啦，年幾前做啦，係嘛？咁嗰陣時做咧係有呢一個進軍海外嘅打算噶嘛，係嘛？咁而家哇已經世界巡演完啦，有咩感受呢？哦，世界巡演就我覺得首先第一樣嘢真係大開眼界嘅。首先好多嘢可以大開眼界，個場館有啲就大開眼界啦。咁然之後啲走廊就有好多曾經喺度表演過嘅藝人嘅相啦，又係大開眼界啦。咁同埋望下唔同睇短時間望咗好多唔同嘅城市，又係正嘅。我覺得呢樣嘢。諗翻 Rumors 好似都已經好耐以前嘅事啦，同埋嗰陣時因為我哋第一次真係錄英文歌，所以其實都幾難嘅。即係我哋嗰陣時都要特登揾一個 coach 去教我哋啲發音啊，咁樣跟住，所以大家錄嘅時候係即係都花咗特別多嘅心機去錄咯。咁同埋就即係因為 Chill Club 嘅個時間係即係嗰個年份係有時我覺得好易 confuse 啊，即係好似好耐之前咁，但係原來都係仲係上年啫喎。咁即係眨眼間我哋巡迴又出多咗首 Daisy 喎，即係所以覺得哇，即係好似好快咯，我覺得。我想問一下即係喺外國巡演嘅時候咧，咁當然會有好多即係香港嘅 fans 啊，或者華人嘅 fans 啊，有冇見到一啲真係外國人啊，唔同膚色嘅嚟睇你哋嘅演出啊？譬如 Audio 啦，喺街嗰度有，好多。我哋場館嘅其他啲工作人員咧，都係有外籍人士嘅。有嘅，我哋譬如我哋喺有啲場所，譬如佢哋過咗去嘅啲香港人，可能佢嘅另一半係當地人。咁樣嚟一齊嚟睇嘅，所以都見到我哋唱英文歌嘅時候喺外地係有特別嘅心機嘅。驚即係有啲真係講英文嘅，係啊，抽清你哋。What are you? What are you guys singing? 咁嗰陣時錄呢一個 rumors 嘅時候咧，咪話有個 coach 嘅，咁有冇話邊個係最唔需要個 coach， 或者邊個係最需要個 coach 噶？唔知喎，因為我哋分開錄，大家都需要嘅，大家都需要。因為始終你唱英文嗰個，我哋真係好少唱英文歌，同埋可能即大家唔同嘅聽得比較，有啲可能聽得多啲，咁有啲聽得少啲，咁同埋即嗰種即你唔係真係要字正腔圓咁pronounce 到隻字就代表你啱嗰件事啱個 flow， 所以我哋嗰個 coach 都係好有經驗嘅，佢之前都係可能做開 K-pop 嘅歌，咁所以佢嘅經驗就可以好幫到我哋去錄音咯。咁我想問一下，即係你哋喺表演嘅時候咧，背中文歌詞難啲定係英文歌詞難啲咧？英文好易啊 ！Rumors。Zero 我覺得中文難啲，我覺得一相對地係容易嘅，因為我哋隨十二噶嘛，咁所以我哋淨係我哋chorus 啦，跟住自己做好自己嗰句啦，咁我哋可以就將自己啲 effort 落曬落自己嗰句度就 OK。OK， 咁啊係，可能背舞會難啲咯，其實即係舞就要成隻跳曬啦，係啦，背舞難，我一隻只要跳自己嗰句。
咁呢一個帽有咩特別之處咧？這個 Rumors 呢個帽？呢個帽 Rumors 算唔算係我哋第一次著真係好正式嘅西裝條啊？即係拍嘅時候係咪之前？哦，係好似係嘛 ？Bip 第一次幫你拍，好似係 Bip 第一次幫我哋拍。即係我哋彭老師阿 Bip 第一次，即係而家佢 keep 住都有合作嘅。即係我哋誒上一次嘅演唱會都係佢係舞蹈總監啊。咁佢係真係第一次幫我哋拍一隻帽啊！係對我哋嚟講都係嘗試一個新嘅彭老師嘅初體驗咯。今次係咁，而家就開始都熟習咗佢嘅舞風咁。好啊，咁嗱，你哋而家邁向六週年咯，啊，有冇啲即係嚟緊新嘅計劃啊，或者有啲咩感受想分享一下？嚟緊新嘅計劃，我哋籌備緊小組歌咯，係有幾個小組一起推出嘅歌，同埋我哋會有做普通話歌，係啊，跟住就仲有嚟緊就 solo concert 咯，係啊，兩位嘅 Ian 同埋 AK， 係啊，其他仲有感受分享一下，六週年啦就嚟。六週年啱啱攞新人嘅 stand 有咩感受？勁咯！終於原來有呢個服務嘅，有人拎麥嘅，原來而家仲要我自己拎搞出嚟。係啊！嚟啦！最佳新人男新人你咩？連我獎個名字都唔知道，搞錯。唔係真係開心，因為其實我哋相處就係咁咯，打打鬧鬧，大家喺度互相玩，你睇下個麥對到幾近係咪？我哋開始細聲少少啦。即係我哋估其實估唔到點解可以同呢班十一個人可以相處，係一個緣分嚟，我覺得。即係我哋玩全民造星嘅時候，你估唔到咩？估唔到㗎，我冇諗過。即係都冇六年嘅。唔係啊，我即係造星嘅時候冇諗過會同老無啦啦有另外十一個人一齊咁耐。咁你原本就連登到啊？你啱啱一直都好靜喎，點解突然間會咁？九十九個因為一齊嘅咁樣，係咯，但係我好開心啦，就係咁啦。嗱，咁你啱啱攞咗男新人啦，咁其實阿教主 Anson Lau 你都攞咗跳唱歌曲嘅民選大獎嘅喎，即係大家投票選你嗰個 Money 係最大家即係最中意嘅跳唱歌曲。Everyone loves money. Yeah. Oh my god.呢一個歌你覺得即係最大嘅挑戰係咩啊？係隻舞啊，定係即係好高音嘅有啲位置？嗰隻歌應該係我嗰陣時so far 自己出嘅歌最高音嘅歌啦。咁同埋隻舞又唔係話應該係最難嘅一隻舞嚟。咁但係我諗係早期可能同林寶填詞嘅階段會比較複雜啲咯，因為大家就係諗啊，究竟 Money 可以點樣帶出一個好嘅信息得嚟，仲要係簡易明白咧？所以最後尾就想用呢一首歌嚟帶出就算你有幾多錢都好，你買到幾多嘢都好，但係你內心真心嚟填補你嘅空虛啊，你嘅寂寞嘅感覺係錢未必買得到嘅嘢咁啊。咁而嗰排都應該係我自己一個少少嘅人生課題咯，係啊，就好有錢啦，大風去，唔係啊，突然間啲錢開始入嚟啦，開始儲到啦，開始買嘢啦，出糧啦，就買嘢啦，唔係啊。其實就係空，即係我嗰排有啲空虛，咁有啲寂寞喎，所以就要購買嘢，就係買嘢，空虛買，就係就算有錢啫。錢又點算？俾佢講埋先，俾佢講埋先。就算嗰排真係好冇錢都好啦，我都覺得你邊排啊？邊排出道先啊？出道之前啊！我勸你唔好解釋，我驚你越解釋都係越冇。邊排啊？去下一題啦。Okay. 錢唔係萬能嘅，所以冇錢，萬萬不能。既然係啊，講嘢解釋唔到就動作解釋咯。Money。問下你哋先，嗱，即係成班人一齊跳唱咧，同埋即係個人嘅跳唱，分別喺邊度，或者即係邊樣嘢正啲咧？差好遠嘅，因為一班人唱嘅時候咧，可能就唱自己嗰句啦，其他唔使唱嘅時候咧，係真係可以留翻啲力去分佈喺個跳舞度。但如果一個人又要唱又要跳嘅話，其實嗰個分佈係難啲嘅，的確。
體能。嗯，我諗排練時間都爭好遠啦，因為要十二個人一起去排一隻舞，需要的時間是長很多。十二個人出現到，一起出現到都好難啊！十二個人一起，即係要一起執 step 啊 ，master step， 一個人可能純粹啊，即係 dancers 排好啦，咁你自己可能排一次，咁但係係好唔同的件事，因為我自己覺得啦，十二個人一起跳嘅壓力是小很多。即係因為你係你一個人嘅時候，長期都個聚光點喺你度嘛。你即係你每一刻都要好表現，好放。但係你十二個人一齊嘅時候，一件團體嘅事就唔係輕啲，即係個感覺咧就會有人支持住你，就冇咁大壓力，所以就可以 hea 啦。所以就更加有力量啦。頭先睇呢個頒獎禮咧，開場嘅表演咧，即係你哋係因為我在後台我就看電視機，我看到教主你做 money 的時候咧，係真係自己一個人跳嘅啫 ，dancer 都冇嘅，即係你會中意都係有啲 dancer。冇 money 啫，冇 money， 神後啦，係啊，佢一個人的 money 就夠啦。係啊，所以冇驚咯，係啊，即係冇得 hea 咯，係啊，即係冇咁多人的力量去支持住自己。好彩台下十一個喺下面支持你，係咪？係咯，係啊。最後尾都 turn out 啊，冇乜事咁樣咯，係啊，都完成到。有乜嘢？再一次恭喜你哋，多謝，多謝，祝你哋，祝你哋繼續啊，所有嘢都順利做歌啊，開 show 啊咁樣。多謝錢 ，thank you， 祝大家都恭喜你啊，多謝錢啊，恭喜曬。今年新增設的跳唱歌曲獎，除了文選獎之外，還有評審團表揚獎嘅。而家我哋請到其中一隊得獎的團體 Collar， 佢哋得獎的歌曲是 IDC。我身邊有 Collar， 你哋啱啱攞咗評審團表揚獎的跳唱歌曲獎喎，恭喜曬 ！Thank you。頭先喺台上面好似唔夠時間講得獎感言喎，而家不如趁有時間。有冇補充？我講先。咁其實咧都仲要多謝好多人嘅，即係除咗頭先係多謝咗一班即係去一齊創造 IDC 呢首歌嘅幕後嘅團隊啦。咁然後都要多謝一班即係一路照顧我哋嘅人啦，多謝我哋嘅屋企人啦。今日又係母親節啦，咁然後就希望我哋媽咪睇到都好開心咯，係咁同埋就要多謝 fans 啦，係啊，因為都係因為大家喜愛呢首歌，咁所以先至會有今日呢個獎，咁然後所以呢個係開心嘅，即係開心大家中意我哋嘅作品咁樣咯。係咯，尤其是呢一個係評審團選出嚟嘅表揚獎，而呢個評審團係即係世界各地嘅音樂人組成噶嘛，啊，即係佢哋係有好多唔同嘅觀點啊，甚至乎係超越咗個語言啊，然之後覺得呢一隻歌真係有啲特色喎，咁樣嗱，咁呢個獎咧係跳唱歌曲獎，我哋不如先講跳啦。係，呢一個歌係你哋去日本拍，同埋係揾咗一個日本嘅排舞師去排嘅。係你覺得有冇分別啊？或者有冇特別之處咧？又好難分別，即係我諗 IDC 今次嘅編舞喺個過程入邊咧，係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學習。即係我哋自從跳完 IDC 之後咧，大家舞技係進步咗好多嘅，齊咗好多。係啦，因為即係第一次接觸海外排舞師啦，咁就原來知道原來個要求要係咁細緻嘅，咁同我哋平時都好大分別嘅。咁我同埋老師都幾嚴謹，可能因為唔識我哋啦，咁就冇就住我哋咧，咁我哋就好嚴謹咁樣好密。習式咁排舞，咁就真係喺嗰次之後咧，我哋每一次對自己都嚴厲咗咯，我覺得。同埋因為 Rina 之前係佢之前係 train 開韓國嘅女團，咁所以其實佢係練習生嚟嘅。係啊，佢之前係，所以佢有特定嘅一套方法，即係佢都有，因為佢有幫XG 排開舞嘅，跟住佢都有同我哋講話 XG 仲急啊，仲快搞掂啊，咁跟住我哋就心諗哇，你啲舞咁快搞掂，唔怪之佢哋而家咁犀利啦咁樣，所以係好開心。同埋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 IDC 攞呢一個獎咧，對我嚟講係幾特別。因為我覺得啊，呢首歌其實對我哋嚟講幾特別咯，都因為即係先唔講首歌啦，係講個 MV 本身製作就係我哋去咗日本，係帶我哋第一次咁樣一起去旅行咁樣，又咁扯得嚟，我哋又好似軍隊式咁訓練，咁所以我覺得係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階段咯，係。
嗯，咁即係聽你哋講嗰個排舞嘅過程都真係幾艱辛嘅喎。有冇一啲即係忍唔住要哇唔得 take 個五分鐘嘅 break 去，即係啊舒緩一下啲情緒先咧咁樣？冇嚇嚇有，唔係，但係佢唔俾我哋停喎。唔係佢唔停，但係當中都有想休息或者有啲崩潰嘅。係啊，係咯，就係佢話停我哋先咁樣停咯。如果佢未話停我哋，其實都大家好攰好攰都頂硬上。頂硬上，但係都有崩潰嘅時候嘅，即係大家都因為又喺我哋又拍緊團綜啦，咁又好攰啦，大家又好緊張，因為好耐冇出歌，係啦，咁所以大家都好緊張，好想做一首好好嘅歌，同埋拍個好 MV。同埋我哋跟住就要拍 MV， 再拍埋 dance version。係啊係啊，即係同一時間係發生好多嘢，就好大壓力嘅，其實大家都我 feel。嗱，我覺得呢一個牙關絕對係值得咬緊嘅，係啊，即係出到嚟嗰個效果好。好啊，個舞好好睇 ，MV 好好睇，同埋我覺得個歌都好好聽，即係喺演唱上面咧，即係花咗好多心思。我覺得即係你行埋去個錄音室，因為你聽過好多廣東話歌，你會有一個慣常嘅操作噶嘛。今次係聽到裏邊係演繹上面專登有一啲突破，正常廣東話唔會咁唱嘅喎，咁樣。咁呢啲係咪即係同 team 啊，甚至乎有冇同填詞人鐘雪係一齊研究嘅咧？其實真係好多謝 team 啊咯，因為 team 啊喺個監製即係幫我哋錄音嘅時候，發掘者其實係發掘咗我哋每一把聲嘅獨特性，同埋佢都有新創作嘅，我覺得。即係佢都特登啊，幫我哋試下半音咁唱啊，或者好大聲、好細聲，即係唔同嘅嘢，佢都有加落去，佢都想創作一啲唔同嘅風格。係，嗯，咁啊，經歷咗呢一個 IDC， 無論喺跳舞上面或者唱歌上面啊，因為一啲逼迫啦嚇，而發掘到自己啊新嘅嘢喎，會唔會要求嚟緊嘅合作夥伴？都逼迫你哋咧，梗係會咯，唔係因為有啲合作夥伴真係太仁慈啦，所以佢哋就唔會逼迫我哋。但我哋有陣時，我哋都會要求自己逼迫自己咯，其實有冇咩唔好？真係冇，有咩真係會問咯自己。我覺得係過完 IDC 之後咧，無論喺唱歌，即係可能錄音方面啦，或者去一起去溝通或者理解一首歌啦，又或者係跳舞方面都好啦，其實係自己會知道有啲位需要留意咯，即係之前可能只不過是人哋叫你咁樣做啦，你去咁樣學啦。但係而家反而係自己會知道邊啲位需要留意，邊啲位係需要一起去傾，點樣可以再好啲喎咁樣咯。咁就多咗個咁樣嘅意識咯。所以透過 IDC 呢一首歌，表面上就係好多嘢都 I don't care，但係原來發掘咗裏面好多嘢係哇更加 care， 係嘛？表演上面、錄音啊、排舞啊咁樣，所以都係一個好難得嘅經歷喎。好嗱，咁呢幾年咧，即係跳唱歌曲都係好 hit 啦，多咗好多跳唱歌手啊、組合啊咁。你哋點樣睇嚟緊即係喺香港跳唱歌曲嘅發展呢？論文題目嚟嘅，我覺得跳舞咧，即係其實係越嚟越多人認識，同埋越嚟多人中意嘅呢件事，係啊。我覺得跳唱歌咧，其實我自己以前跳舞嘅時候係好恨聽到廣東話嘅跳唱歌，因為有共鳴啊，即係始終係啦，即係其他語言咧，你跳極都一定唔係自己個語言咁爽嘅，係咁，所以我覺得多啲唔同嘅種類，多啲自己風格少少嘅跳唱歌，我係好期待。音樂上你又點睇咧？音樂上啊 ，OK， 音樂上我自己覺得係。令到大家可以接受多啲香港快歌，有唔同嘅 style 喎。因為可能以前會比較係 K-pop 少少嘅，咁但係成日 K-pop 嘅 melody 都可以放到廣東話詞嘅喎。原來我哋生活好多嘢唔一定要用慢歌去講嘅喎。其實憤怒都可以係用一啲 cool 啲嘅態度嘅喎。即係我覺得快歌係令到我哋音樂 style 上面多咗好多種表達方式咯，而係呈現到我哋唔同嘅面向，唔係淨係開心同唔開心，可以有型嘅 cool 嘅，或者係一啲比較叫做串串地嘅咁樣，我幾中意快歌，雖然即係我自己都學習緊啦，仲係。
同埋其實我發現咧，其實舞台嘅畫面係有助觀眾去接受首歌嘅，即係有助令到佢哋擴闊啲哦。OK， 其實我都幾好聽啦，但其實可能係因為睇到成個畫面好好睇，所以佢會容易啲接受新嘅類型咯。你係咪有嘢想講？不過咧，我覺得呢個都 related 去 IDC 嗰度，就係我哋演唱會唱 IDC 嘅時候，其實係發現咗呢首歌真係好好快，係啊，即係當初一出嘅時候，大家可能。即係評語可能好壞參半啦，有啲覺得啊太過新穎啦，又或者唔係真係咁容易入口。但係真係去到現場 live 嘅時候，其實大家都好 high 爬咯，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嗰個為一個文化嘅進步咯，我覺得係啦，係。啊我哇有 step 記得。我覺得我哋自己中意嘅類型嘅條唱歌都係嘅趨勢都係咁變化緊，所以我哋都好想做多啲唔同變化、唔同種類嘅條唱歌曲咯。係呢個係都係我哋一路想做同埋一路做緊嘅嘢。冇錯。好啊，咁啊，期待你哋繼續喺香港嘅條唱歌曲呢個世界嗰度啊，繼續發掘、繼續探索啊！再一次恭喜你哋，多謝。超級推介榜年度推介2324新設評審團表揚獎，由本地及海外專業音樂人組成的國際專業評審團投選出心水作品，一起看看他們的評語。年度歌曲的獎項跳唱歌曲其中一首我選擇的歌是Collar 的 IDC， 都挺欣賞個配樂，即是那個佈局，因為每一個部分要 feature 的東西，要處理的人聲或者是樂器或者是入面一些 layers 咁樣，咁都係喺 mixing， 好靠 mixing 嗰度或者監製去睇住成件事點樣去做到，咁所以我覺得呢首歌做得唔錯。The Big Mirror Rumors really strong chorus for this one. The chorus really sold me on this song. It's just the type of song where you hear it the first time, and the chorus is just stuck in your head. Mirror Rumors。でもルマーズ僕も大好きな曲です。うん、大好きなアンソンがでいる所属されているミラー、もう1年前からこの曲を聴いてましたし、そしてやっぱり何度聴いても飽きさせないそんなね、展開っていうものが癖になりますね。記得 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節目將會定時上架，撳埋個鈴鈴，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